这样肯定太不好了，对吗？我在画一个房子，你用多长时间可以做完？我这么高兴，现在怎么努力？这个笔特别小，哦，我应该放红色先，放咖啡色。老师给你写 excellent 还是 wonderful？ 哪个更好？excellent 是学校的分数。他做 wonderful。哦，那更好，这个更是老师。这个是 wonderful 是第一个。哇。更好的读音是第二个。哦，真的吗？可是，太棒了！我真的这么高兴，你现在这么好。老师见到我老跟我说：“哎呦，你是怎么，你有这么可爱的？”对老师，那个另一个是，但是他不喜欢用像那个，这一个他喜欢用像。Words, some special vocabulary, some wonderful, excellent, brilliant. 对，老师真的用了很大的精力帮我们，哈。我也很喜欢，我非常喜欢老师这样专心的跟我们讲。可能会想20分钟够。那行，那我们多待一会儿，因为我们很舒服，又有蛋糕吃，又这样，对不对？也不累。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跟妈妈在一起，你同意吗？我觉得，我不知道你怎么想，但是我是这么觉得。
热了吗？这里像一箱，就像这里可以闻到梨。梨的闻？对。真的吗？因为我们的那个 marker 有的是有味儿的，可能因为你的鼻子。哦，对，那个是茶，是有水果味儿的茶。哎，那个茶是，好像是有一点点茶，没关系，不是特别多。嗯，有什么？